同学，大家好，先先开感应篇第101节。这本书呢，总是有124节。人希望早一天啊，甲伊讲完完。即个遮侪问题，耽误真侪时间。问题，咱另外找时间来答复。即节呢有四句：短笑、协多啊、轻亲、小金啊，以为十金。采取干预啊，就介一个开端就讲，这四句介小人贪利之书呀，笑多金钱之类，所以并不假。一人情，世人行利样，大利消出。当你轻出，一些心只要便宜你啊，俗地得半分便宜，就顺一分的福德。方一我顺人，必有天用雷火之魂，未必微微处也。亦有诸人不知。你是出力之主地，然后将每一集，以最终归家主不可不察呀。这段已经将意思讲得真清楚、真明白了。世间人，现代社会，这个代志太多太多了。以后是也不胜枚举啊！只有以为乱真，古早时阵有，但是真少。现在都是啊，连这个药物卖真的都拢无容易咯。我会记得我有一年在美国中药店里面啊，去买两片片啊红，回来了后这个看咧，里面一粒是假呀。你讲有什么办法呢？我伫香港，香港真侪东西有甲我讲。香港买物件，唔是内行买袂到真呢。西方啊，到家即款的地步，哦，咱想到鬼神所讲呀，天上袂安全咯，地上袂当大咯。这个话真正有道理啊！鬼神拢自将啊念佛求生净土，这嘛应了李炳南老技师王星前一天的下晡。这个身边的同学因讲啊，世界已经乱了，诸佛菩萨神仙降临拢未当救，唯一的一条生路，念佛求生净土，这是真正有德行。有成就、有慈悲心的人讲的话啊，
世道人心变咯，伊这所在有一段讲，近来市场内面的物件，几乎假的比真的较多，所以对这所在来看，世道人心变咯，凡是饮食、衣药，这些用品，拢有假呀。而且假的这个数量最过真呢？丧心害人，莫出于心。只有使用假银，现在用假银票，为做这证件，其恶敬心，天都有数啊！这个天都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外国人讲的世界末日啊。所以，咱凡是做一件代志，总是爱想看卖，会当对得起天地良心未？一句话比什么都较重要。咱起一个念头，这念头是不是应该做？会当对得起天地良心未？会对得起芸芸众生未？那是家己觉悟到，这不是仙呢？赶紧制止啊！绝对唔通阁做咯。而尾后，除了这个古人一首诗讲：“越干越巧，越贫穷；干巧原来天不容，富贵了将干巧得，世间大旱及西风。”这是古人的一首诗啊！啊，咱来看这首诗，伊讲的话有。应验无，那就是今仔日愈干愈巧的人，伊愈富贵啊。所以相信因果的人少了，因为因果之谈无边故啊。你看世间真多。积德修善的人，颠倒是变加贫苦不堪，做间烦苦呀，拢那亲像是庸庸得志啊。这是今仔日社会上中国外国普遍的现象。这桩代志只有好讲清楚了。为什么有这个现象？我讲了，遐个人作奸犯科的人，是过去生中受的大福报啊。虽然今仔日愈奸愈巧，这福了，这去福了后，伊还佫有有福，伊后剩落来福，伊向伊有福啊。绝对不是做奸犯科会当啊，得到福报，无这道理。积德修善的人，即卖也是真贫穷，就是啊，过去生中无修福啊。伊若无修福，伊的这生活比今仔日也佫较艰难啦。咱想看卖佛所讲的这话有道理啊。如果这个正是修富贵的人，伊那是无作奸犯科，安分守己，伊福报大咯，伊福报享袂尽啦。这一生到寿命终了以后，伊福也享袂尽，来生也有大福报啊。
这就是讲，纵然这一生无修福，今仔享福都拢享未尽啦。如果这一生呐，过会当修福，生生世世福报是无有穷尽啦。可惜哦，现在世间人无咧读佛书咯，不但佛书无读咯，圣贤书都无咧读咯。唔，那讲是圣贤书无咧读，好话听袂入去啊。看到人啊，劝善的话，伊赶紧来闪开。行到远远，若讲叫伊做工烦苦，伊欢喜接受。清近恶地色啊，远离善地色。所以咱知影，伊的福报享无久啊。真正是古人所讲的就火电工啊，福报大啊，会当享一世人。福报若无够大，到中年晚年就衰了。这个咱今仔日伫社会上也看到了真多真多咯，四五十岁就衰了，衰败了。公司倒去了，债务累累啊！四季的相片，这是什么？过去生中福报，不是讲真高呀、啊。做干饭科，真紧啊就享受去了。让咱看到有真侪做工犯科，到晚年七八十岁咯，福报也是真大。迄是过去生中积甲真正高。虽然做种种恶事，积福也积袂尽，伊个底啊伤高咯。明白这道理。啊，咱就知影讲，家己应该着按怎做法，应该着按怎来修学，按怎来教人。伫今仔日这个社会，犯善归过，大难啊，大难啊！实在啊，唔是一个容易的代志。可是咱爱做无，一定爱做啊！有机会，文姑；有机会，祖山；有机会，不闻世事啊！独善其身，你有这个机会，嘛爱下去啊！世间贤人教导咱安安理领谦呐，咱的心安心安，可是社会未安呐、啊，众生未安，我嘛爱下去我安稳的生活，去奔走去帮助别人，这是慈悲心吗？菩萨更加是做众生不轻之忧，比儒家、比任何人拢更加积极啊！所以佛菩萨示现在人间，为什么呢？不是稳固的。不是来过一个安定舒服的生活，
那是叫做菩萨呢？是为一切苦难众生服务呀，这是菩萨啦。菩萨遇到困难，绝对袂闪避，勇往直前，大众辛苦啊！行愿品内面，普贤菩萨讲这个供养，就是讲大众辛苦供养啊，就是指这件代志啊。咱来到啊，这个世间来，大家啊，拢同款，拢是业力受生啊。业力啊，会当啊转变做愿力，转成愿力，就是成愿再来啊。我这个条件是不是会当转吗？修做菩萨才会当转啊，我是凡夫啊。天台家公会当转，华严经内面讲会当转，净土宗内面讲的啊，转个更加紧。天台家甲咱讲的啊。一心三观，一心三地，那就是咱凡夫也会转啦。当年天台宗的祖师慧师啊，慧师，隋朝时阵的人。他《法华经》，他《中论》，他到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啊，这是空啊，伊就悟咯，伊就转咯。传到地价，地价奠定了天台宗。理论的基础，变作大成一个学派，哪会袂当转呢？一五二三轮天空，三轮天空就是。四相婆罗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心地当下清净平等，未生烦恼咯。上生智慧啊，因 A， 咱为什么袂？没原因在倒位，烦恼习气啊，唔肯放下。换一句话讲，起心动念也阁唔肯为别人啊设想，念念拢是想着家己的利益、家己的好处，这就无办法咯。做出大德甲咱的差别，就伫这一念之间呐、啊。如果咱一念回头，放下自私自利，起心动念，想社会大众啊，苦难众生啊，你就会转凡成圣咯。你就做佛做主咯，你智慧就开咯，烦恼就断咯，一念之间呐。这一念转未过来，转未过来是什么原因？我继续讲真多，两个原因，
第一呢，烦恼习气啊太重了；第二呢，读经啊太少。烦恼习气重，免惊，只要常常读经，加读经，加亲近啊佛菩萨啊，读经就是亲近佛菩萨，加听佛菩萨的教诲。烦恼习气重的，讲一遍两遍袂误，讲一百遍千遍也袂误，讲上万遍、十万遍、百万遍。无定哈连开悟咯，自古以来这种例真多啊，所以加亲近先知识，咱今仔日亲近先知识是读经啊，无亲近先知识，永远啊无可能开悟。也看到这世间纷纷众生，都一个不是随顺烦恼，都一个不是自私自利，甚至讲也够人咧讲，人不自私，天诛地灭啦！听到这个话啊，应当爱自私自利啊！自私自利是真理啊！这言论啊，是属实理会的谬算啦。咱哪有智慧辨别？在新加坡，高铁技师、李博元技师做出榜样来给咱看。你看人伊个表现无私心，无自利，一切为众生。生活所需，已经到达最低的水平了。工作量超过一般的人啊，真侪倍。人伊的身心健康啊，无病苦啊。若讲无病苦，无劳苦，你搁甲伊问，因将来有死苦无？无死苦啊！生老病死苦离开了，求不得也离开了，爱别离也离开了，万境灰也离开了。我因气性也离开了，你看人伊背靠现前就断了，这是摆在咱的面前的榜样啊。咱时时看到，为什么唔肯学呢？为什么也是袂当啊放下是非人我，袂当放下名门利用，也是伫咧作践家己啊？这是佛家讲的戆人啊，也都是经常上讲啊，一千题啊。
所以咱家己冷静、认真反省，咱是毋是经常讲个戆人呢？一千题呢？就算是一千题，要求法华经里讲个一千题也有佛性。问题是，你是毋是有缘分？拄到大乘佛法，拄到了义佛法，那会拄到，阁有机会当时分修，一千体嘛会当伫即个一生成佛。这是咱爱基础的啊，绝对爱将遮个即款恶习全部拢甲改过来。念念为社会，念念为众生啊！咱也无求好处，毋是为着福报，咱才安尼做；为利益，咱才安尼做。这个心嘛，已经不善咯。咱是啊，为着一切苦难众生来做呀。为着无言大慈，同体大悲来做呀，不是为着家己的利益啊，不是为着家己有什么好处啊。这个加佛法才会相应。好，今天的时间到了，咱就讲到这地。